老板，我帮你放行李，快进来吧。你不是要走吗？走啊。我今晚又没地方住，我干嘛非得跟自己过不去啊？那我就住这间了。不行。不走了。老板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跟他有话要说。进来。别装了，不累啊？谁装了？我装什么了？装失忆啊！这都什么时候的言情梗了？大家都看腻了。我才没有装失忆。没装？我就没见过哪个古代人会等红绿灯的。你现在这个样子实在太不可爱了。我哪不可爱了？你明明都知道，你为什么不说啊？那我就像个傻子一样。我那不是为了给你台阶下吗？谁知道你越演越起劲。是变聪明了点，但还是你原来笨的样子更好。那怎么样？分手啊？好啊，求之不得。笑什么？我都难过成这样了，你还笑？你难过什么？你搞这么一出，装模作样，你到底想干嘛？